想都觉得鸡皮疙瘩一个起来。你很像啊。对啊，你就这样子演啊。我之前其实有好几部都是叫我演高中生，我都没有办法，我就觉得好恐怖哦。就一听那个跟我对戏的人，每一个都可能18岁、17岁，我要演他同学，就很恐怖。那如果现在有一个角色来要你演个性感的，你怎么办？还蛮像的、啊。你怎么都像啊？我跟你讲，演员就是自己心里要催眠自己、啊。你刚刚讲那句话都像说，你前面有字幕 logo 说睁眼说瞎话，睁眼说瞎话，就是要催眠自己说我现在很性感，我现在很性感，我现在很性感，或者我现在很可爱，我现在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来，跟你的曲哥里也演一下。演什么？你不用演，他演不用演。我要演什么呢？你就先演一个，比如说你现在是16岁的女生，跟他讲说，想去看电影。必须。等一下，你不要。是我，是我。Action！ 笑死。继续。好想你哦。真的啊。你今天有没有想我？有啊。那要怎么样？我买礼物送给你啊。怎么退却了？打狗位。你要送我什么？我先去带你，先带你去买一个礼物，然后呢？我要 Hello Kitty。啊，好啊 ，Hello Kitty， 我也想送 Hello Kitty 给你。好，好。哎，弟弟，你回来啦。怎么样？今天累不累啊？今天工作好辛苦啊。好辛苦啊！你要不要好好休息一下？帮你放一个热水澡，好好的洗一洗澡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家今天也还没有洗澡澡？没有洗洗吗？好，也可以啦。其实是一种。可是你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在撒娇的时候，其实都会很像小女生。你们可以不用再亲了。哦，是。跟你讲，从这方面就看出来诡异了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这一架，就是嘛。好，接下来何家走。要吃什么？哎，等等，要吃什么？我好饿哦。肚子饿了。对啊，快点啦，吃汉堡好不好？甜不辣好不好？不要，吃汉堡啦。汉堡太油腻了。甜不辣。西门町要吃甜不辣，然后吃完去吃欧阿米耍羊头汁。哎，那我要那个青蛙下蛋，买青蛙下啊，我们买青蛙下蛋去吃甜不辣好了，好不好？快点。我的妈呀，是儿童啦！你是全是6岁啊？6岁吗？没有这样的，是我大哥吃甜不辣。好，那接下来年纪大的，28岁回来啦。哎，不累对不对？还好还好。哇，满头汗呐！啊，没有，刚刚那个跟人家争一个停车位。要不要喝？这是什么？就我刚喝了一半，真的给你。在家没事喝什么酒？那你就不在啊，我无聊啊。哎，你醉了。以后少喝点，要喝等我回来嘛。还要喝？喝啦。洗澡水放了没？啊，我去放洗澡水。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去放洗澡水之前要先脱衣服吗？啊，你先脱。好，看一下，脱。哎，怎么？在里面脱。我在里面。不行。所以我坚持要在。这里没有外人。啊。不是。你是性感就是喝醉了，没有他害羞，所以我就想一个比较就是有趣一点的点，要不然就会跟他的比较像。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多好，请坐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多好，你也来一个，我来，你跟秋恒演，你们演什么啦？这一次要新玩一个花招，小康演历史，徐东宇演一个会打历史的男人，在家等老婆等女朋友等太久了，他玩过头了，现在已经凌晨3点半。你很生气？那是几岁的女生啊？她21。21。21太老了，16。不行，16岁她那个少年福利法。好，开始，生气。什么？几点？半夜4点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对，年轻男生真的是会不行。小恒。小恒生什么气呢？小恒，你说才几点了？你玩到现在才回来啊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好好聊一聊。你不要动手动脚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很生气哦。生气。